各位旅客您好，欢迎乘坐 Chinese 飞车。本飞车将带您到槟城和吉隆坡，预计时间是40分钟、50分钟、60分钟不定。为了保障你的权益，请按下订阅、留言、分享和打开小铃铛，请不要快转、跳段或者是吐槽主持人。搭火车去北海逛逛。听说北海这里有个中国仓和泰国美食展。晚上就一脚油门踩到底，去吉隆坡。晚上随便找个地方吃个晚餐。这里的百样菜选择，茶和汤免费。早上起来也是在昨天的地方选一间吃。饭后当然来个饭后甜品。
这是在 Young Big 里面的华人 Food Court。这里奶茶的价钱和蜜雪冰城差不多一样。吃太多了，运动运动一会。晚上来南京街吃晚餐。是啦，我要追风的嘛，还、嗯、有。
达令制啊。吃宵夜的时间到了，